禅师问答录，传导作者雅各，关于会见 Y 雅各 S students 学生们 S 我们归根结底本来都是道，但是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们感受到的我是从单一视角或者不是单一视角，这背后的原理又是什么？ Y 就是因为你的意识还没有达到道，所以你只能在一个单一的视角里面去思考，只能靠你现在的自我意识来理解 S。 但是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道怎么就变成了它的轨迹是这个灵魂的轨迹，而不是那个灵魂的轨迹？ Why？ 这就是多样性。虽然道是同一个，但是在幻象领域它是多样性的，它会分化，它会产生不同的个体，相当于道产生了灵魂的碎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碎片，所以每个碎片它会收集它所有的成长的经验，形成了它自己个人的独特的自我意识，在相对世界它有独特性，这是从相对的意识来理解，但是在道里面就是一场想象的梦。从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在道里面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道也从来没有进化和分化，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S 明白那个意思，但是还是觉得既然是一场梦，我就是那个道的话，为什么我现在感受到的我碰巧是，比如说我们道一定程度通了，有他心通什么之类的，你能知道别人的来龙去脉，但是为什么即使是那个时候他也是站在这个灵魂的视角？我好奇的是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Why？ 现在你不可能站在一个绝对的角度来去看，你现在只能站在一个个体的相对的角度去看，因为你不可能摆脱相对性，一个所谓的我之独特意识。如果你要想达到绝对性，就说你能感觉到你在所有人的心里，你是每一个人内在那个本来的话，你必须要达到绝对的层面，最高的或者最低的层面，因为当造物界产生以后，它已经不是绝对的东西，造物界就是从黑暗产生的。黑暗到底是什么？黑暗和光明两者就像一块硬币，一块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这个道，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解为无限的光明，它的反面就是黑暗。光是实在，但黑暗不是，黑暗是光的影子。我们造物界不是从实在来的，是从影子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光，我们首先要回到黑暗，回到一个万物的空性状态。如果你达到光以后，哪怕不是真见神，而是感受到它的光辉，你的视角可能就完全不同。你没有个体，这时候你没有个体意识，你是在万物的内在，这时候就不存在你是从个人的视角看待别人，完全没有自我。但是我们现在是不可能达得到那种绝对意识，因为它不在你的心智层面 S， 所以说活在每个人的心里是要等到涅槃之后吗？ Why？ 你必须要成道以后，这是一个终极的真相，我们只有通过体验才能真正的懂，没有体验，不管你怎么思考怎么推论，你还是从一个自我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事情。所以不管宇宙有多少个维度，只要你没有超越所有的维度，你看待所有问题的角度还是自我，但也许你站的维度比较高，就说你的灵性比较高，可能你看得比较远，
看得比较深刻，这倒是真的，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站在绝对角度来看，因为你还没有超越相对性，只有那些回到源头成道的人，他才可以完全不从自我来看，因为他就在每个人的内在。他需要从自我看吗？他不需要，他是当下就知道，就达到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正的成道。S， 您还记得我有一次跟您说，我说其实没有名词，只有动词，就是我们不是说我是或者我在吗？当一切都是我的时候，因为我是基于二元对立才要有个我，当只有我的时候，而且我在的时候，我其实也就不需要，就一切都是在。比如说现在其实没有教者和学者，只是有教学在发生，是吧？这可以算是一种去掉人我执的方式。比如说这是一个能量场，在有语言和概念之前，其实显象界的真实只是能量场中发生的教学。我们身心体的存在，其实只是为了服务于让空中的妙有更妙一点，可以这么感觉吗？ Why， 我们可以把所有发生的一切施与受这种主客的互动，可以看成是同一个在的作为。这个在是无为的，但是无为是如何变成无所不为的，只有他自己知道。也许他在叫他自己，没有人在教导谁。本身他玩的是一个无止境的游戏，他似乎在唤醒他自己，而且是无限地唤醒。所以他通过这个方式创造了一个教者和一个听者，但是在本体上并不存在我和你和他的一个区别，这只有在现象界才会发生的一种分别。但是在本体上，只有在他在感知一切，然后他在分享，然后也是他在听。这是一种爱的游戏，但这种爱超越行为和目的本身，是神圣的游戏，不是幻象游戏。只有幻象游戏才有目的性。 S， 因为我在想那些念佛的人，他们能念到能所脱落三昧的状态，其实是指他们如果在打坐中这个样子，他们真正要到生活中或者显象界来应用的话，因为感受的法界的东西就是一个体，生活其实是把体再用出来，它对我们平时生活的状态，它感受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状态。 Why， 如果进入三昧的话，就没有这个我和你的对立，它只有一个见证，它只有一个在，它也是一个发生，因为没有人在这里，那就是如果没有我相的话，人相也不存在，我相消失以后，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我在这里。所谓的人相，就是其他人或者众生相，也不存在。没有我相人相，就是一个三昧的状态。生命之存在性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因为没有时间以及一切时间中的变迁。一般来说，你达到那个境界以后，你随时就可以进入三昧的状态，不是说你在念佛在三昧。在生活当中，你处处都可以进入三昧状态，这时候在三维状态里面确实是没有我相，那又是谁在表达呢？其实就是本体自己在自我表达，他在表达对自己的爱，对万物的爱，因为他知道一切都因他而生，万人万物是无知和影子的化身，但内核却是他的爱，或者是本体。
再创造一个氛围，创造问题和答案。当他这样工作，他同时唤醒了两个神。当然这两个神是一体的，但是对于我们个体来说，他是两个未来的神。他在本体，他是同一个，但是他在有形界，他可以创造成两个神。本体，他只是一个在，但是这个在通过唤醒以后，通过不断的灵性进化以后，它就变成神。神就有独立性，就像佛一样，它有独立性，但是它们在本体上又是一体的。所以这个在它是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源头，所有凡人、仙人、神佛的共同创造者。 S， 我理解的还有一个意思，是指他在定中得到了智慧以后，他在显象界即使看到了每一个个体，他还是能看到形象的你我他的所谓的独立性，但是他对独立性是无法再相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相信你是你，我是我， Y， 他在智慧上是完全地看破了这种假象。他能看到表象之下的本体，但是在认知上他还是有的，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你认知上没有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继续玩这个游戏了。但是从睡梦中彻底醒过来的人是不可能再相信任何梦之假象的。 S， 神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Y， 神就是最高的。神和佛是一样的，上帝、神、佛其实同一个，不同的名称而已，代表的是那些达到最高的证悟的那些人，他已经和本源完全合一了，就叫神或者叫上帝或者叫佛。 S，可以有很多上帝吗？ Why， 上帝的话不可能有很多个，只有一个。如果我们要创造出很多上帝，那就是多神论，但是其实不存在多神论。 S， 那佛有很多个啊。 Why， 不会有很多个，但是按照宗教，我们的宗教，我们佛教这个体系来说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说成佛的人也很多，所以也有很多佛，但是上帝在西方的观念来说，他是高之最高，就是说在概念上他和佛还是有所不同。虽然都是同一个境界，但是上帝更代表本源的力量，创造一切的力量。我们说佛他是从下面修上去的这样一个存在，上帝就是说他是本来就存在的，在它是一种力量，本来就存在着那种力量，这叫上帝。 S， 现在说到十几二十年就一直搞修行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生活也有它的乐趣在，但如果一直修行的话，我就觉得好像生活失去了一部分乐趣了。 Why， 你觉得生活当中什么会让你觉得特别有乐趣？ S， 我觉得旅游，或者是亲人在一起，或者是创造一个好玩好看的东西，大家来分享，然后很丰盛的世界，然后我就觉得挺有乐趣的。 Why， 其实你是没有认清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修行。你可能把修行看作天天打坐念佛就叫修行，其实修行的范围更广。比如说我们练打坐练止观去洞察人生，我们必须要在生活经历当中去磨砺，但是我们原来那种生活虽然也充满了乐趣，但是我们是没有带着一种洞察力去经历它的，我们好像是一种顺其自然去经历那种生活，它也会带给你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它毕竟也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但是我们修行以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关照、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觉知带入到那种生活当中，去关照它，去觉察它，质疑它，就是认识真理的态度。看看里面的东西有多少是符合你内心的真相。我说内心真相，就是说你从禅修当中升起的那种智慧，不是简单的书面知识理解，和你在那种生活里面体验所产生的那种人生观是否是一致的。如果它是一致的，你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了。如果不一致，生活跟修行是冲突的，就是说很可能你在享受生活的时候，可能你人生观跟你的修行是有冲突的，或者相违背的。因为你会觉得你在享受生活，你会觉得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但是如果我们把修行的这个更高性质的认知带入生活，我们觉得人生苦短，人生苦短。所以我们需要还是把这些享受的时间更多用在修行，去摆脱一切可能的束缚。你看这个视角不同，虽然你也在经历生活，但是我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它，我就不会再在我享受生活中沉溺其中。我是在通过修行去看到真相，去帮助我理解生活，提升生活品质，让生活更好，服务于修行。生活和修行，它就不是冲突的，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在生活中，我也可以修行，比如说我去旅游，我也可以通过旅游来静心，开阔胸襟，是不是达到目的了？但是你的旅游只是在消耗你的体力的话，满足肤浅的感官快乐的话，这种旅游对你的修行没有帮助。但是如果我看到一个美景的时候，我突然升起一个智慧，我觉得外在的美景是我内在的一个显现，这个就帮助你修行了。你认为美景只是在外在，跟你一点关系没有，你就陷入到一个错觉当中，你需要去追求它，沉溺它才会满足，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是反对生活，生活还是要如实地经历它，只是我们可以把智慧带进去观察。S， 您现在已经在灵性道路上了，再往下修，目的是什么？ Why？ 没有目的。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变得无目的，这是最大的目的。当我们人生有目的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个目标，感觉要做什么，要努力变成什么样。但其实你会最终发现，当你突然对这些了悟以后，你发现生活其实是没有目的，就是一个体验。 S， 那我们现阶段要把灵性当目的吗？ Why？ 但是你们必须要有目的，你们没有目的，你们就不会朝这个方向努力。直到你们达到一个没有目的的状态，你们就是真正在生活，真正在全然享受这个游戏。你们现在还不能全然享受游戏，因为你们会出现很多种目的，各种贪念在相互拉扯。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一个你真正想要的目的。 S， 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目的，他还要需要绕那么大一圈去达到一个没有目的的生活吗？ Why？ 生命就是这样设计的，它本来是没有目的的。但是没有目的的时候，你会感觉很无聊，所以它设计一个目的，然后你走一圈。
你经历了一个个目的以后，你发现还是原来没有目的好。经历了囚徒般的生活，你才能珍惜做一个自由人的洒脱。S， 有时候在生活中好奇心很强，那里有一个什么好看的就想去体验一下。 Y， 之所以我们想体验这个物质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智慧去观察，所有的体验其实都是非常无常的，甚至是感官带来的一种错觉。你们没有用佛法去关照世间吗？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任何东西都没有自信，都是一个幻象。但是当你对幻象着迷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内在的智慧，内在的明灯没有点起来。如果你内在明灯点起来，你不会对任何造物界的象着迷的，因为你知道都是假的，都是一个投射。所以我们面对同一个东西，可以用不同的态度去看。你为它着迷，其实你就陷入幻象。当你看到它只是一个象，它是无常的，你就通过这个东西提升了智慧。S， 您说的目的性，我觉得我以前来这里好像总是有种隐隐的目的性，我要干啥，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包括上次我好像也是觉得我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老是觉得我在这里能干啥干啥，就是那样的。但是我怎么觉得这次好像是心好像沉下来了，沉下来之后，然后我的那种状态就是动，然后止观，然后动，止观，就这样一直交替下去，就这样交替下去，我就发现我在打坐中观的能力，然后就比之前强，那种专注度就是特别的高。但是我还需要什么目的？比如说我觉得我要有目的，然后我的状态就会变得不好，压力就会变得大，有的时候会甚至会压力一大会引发那种躁动的那种感觉。就像我昨天，我就想赶快想象一下，然后看能不能把心轮打开一点。但是我又发现我要有这种目的性的诉求，然后就立刻好像跟我那种状态，我就不能臣服了。我老是想去改，然后搞得我的目的性一强，我的状态就很差，就有点躁。Why？ 对，所有的目的，所有的欲望都把你带入一个幻象，把你带有一个未满足的状态。我前面说的目的是一种渴望，而不是欲求。我们灵修的目的就是要进入我们内心，其实有个东西它已经是足够满足了，那就是你的真心。当那个东西呈现以后，你发现你不需要任何东西，不需要任何目的，你就很满足。你不需要成为一个高人，成佛，你也很满足。这就是那个东西，找到那个东西以后，你就知道怎么修行，就是达到放下一切，放下任何带有自我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它就让你满足。当你内在满足，你外在的一切都会同时满足，就是说你对外在无欲无求，因为你内在满足了，你外在就不会有欲望。当你内在没有满足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在外在寻求满足，包括灵性体验的满足等等，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外在是我内心的一个反应，我们内在不富足，我们外在就会越来越多欲望。一旦我们内心找到宝藏，知道这个东西它是创造一切的根源，你外在还需要什么？你在内心创造就可以了，就足够了。
所以就达到一个没有目的的状态。这个就是回到你心的一个本源，所以当你发现你在寻求一个目标、寻求目的的时候，你就要把这种想法去掉，这样的话你又可以进入得更深，跟本体又靠得更近，你越想要它，你就越在远离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首先你要渴望它，然后你再放下它，但这发生在其他无关的欲求消失以后，你越能放下它，你就越靠近它，因为你本身就是它，你怎么可能通过你的头脑欲望来达到你，是不可能的，纯然的想象，你已经在这里，你怎么可能达到你？这是矛盾的，你要放弃的是那些非你的东西，非我的东西，所剩下的就是你的真我，你用这个假我来求真我，怎么可能？不可能达成。你只有假我消失以后，包括最后的渴望也要放下，剩下的就是真我，假我寻求的东西，它永远是在假里面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但是你不得不经历这个过程。谢谢收听，感恩祝福。